哦，啲設施都幾靚。哦，有沙文啦。魚咪更加冇問題啦。呢啲沙律區啦。包片炒飯白汁直點埋個龍蝦先、哦、龍蝦龍蝦聽口啦，夜晚海鮮多好多喎、哦、啲蝦啲蝦又冰冰住啲好新鮮，哎蟹腳蟹腳睇先呢度。我終於可以食到晚餐啦！之前淨係食下午茶咋，晚餐咧有龍蝦，好大隻龍蝦。啲燒味啦。呢個咩嚟㗎，師傅？呢個凍凍雞。哦，中東雞。中東雞啊！有幾特色啊呢、這個？有冇辣辣㗎？呢、中午就見到佢個盒，呢、這個箱但係冇冇見到個雞。啊，啲牛肉啦，哇，好新鮮，好大嚿喎、哦！哇！哦，呢、這個千層麵。千層麵啊！哇，個雞髀。滿滿的雞腿，一隻雞髀喎、哦嗯，燒雞腿啊，六年啦，有湯，今日嘅湯係松祖花園肉燉螺頭豬肉湯，哇，睇、欸、到，仲、欸、有啲雞，欸这个叫什么鹅肝啊？鹅同鹅肝。嗯，这里是雪柜入面的甜品。木糠布啲，喂，十個啫喱，總共有六種味道喎、哦。